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富老板。今天我们来特别介绍我们公司的另一项馆藏，就是我们的板根板艺。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板根板艺？真的很难想象啊，493公斤，3.8公分，那高度啊，217公分，宽度188公分，厚度有到51公分，这个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来自于三峡区。三峡区有很多地方都是区啊，东眼山、满月屿这个区块，为什么？很肯定是这两个区块。如果有去过大阪根游乐区，或者是到大阪根，或者到东眼山，发现那边的树、那边的根都是长成这个样子，因为造山运动让这个树、让那个根呢、让这个树丛一直往外延伸，就产生了这个板艺。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条根。这在早年开采的时候，很不容易从山上运下来。这也是我目前在台湾唯一所见一只香兰的板根有办法如此之大颗，也是只有这么一颗，全部都充满了这个我们香兰的特质啊，整个根的结构，虎斑纹、虎斑线、油脂，整个当年的挤压纹，这边更明显，整个可能是攀附到岩壁，或是这个是根里面压缩挤压而成的这种形状，然后最主要是我的虎斑纹特别明显，很特别是目前我在台湾看过最大的一只板根板艺有空的话欢迎到摩利沙塔来参观顺便闻闻它的味道，摸摸它的温润体会一下什么叫做萧兰板根，什么叫萧兰板艺，欢迎大家哦，谢谢。拜拜。有人觉得这只板根很像水滴鱼的吗？